嗨，Hi, 大家好，我是杰夫哥哥，我是泰瑞叔叔。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《哈利波特三：阿兹卡班的逃犯》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听第九章“狗灵败退”下篇。到了比赛魁地奇的当天早上，哈利很早就醒了，醒来时。 周围仍是一片漆黑。刚开始，哈蒂还以为自己是被呼啸的风声给吵醒，但接着哈蒂就感到脖子后面吹来一阵阵冷飕飕的吹气，吓得哈蒂立刻坐起来，然后转头一看，发现皮皮鬼漂浮在他的身边，正朝着他用力的吹气呢。 哦、哈蒂愤怒地说：“哎、欸，皮皮鬼，你在干嘛、啊？”皮皮鬼正努力地鼓起腮帮子，用力地吹了一口气，然后咻的一声飞出了房间，一方面还大声地尖笑呢。<笑>哈蒂这时摸索着他的闹钟，低头一看，哎，现在才四点半。 他喃喃咒骂着：“皮皮，搞什么东西呀！”真是躺下来翻了个身，想要再睡一下，但在醒来之后，实在很难不去注意到天空轰隆隆的雷声、强风吹及城墙的呼啸声，和远方禁忌森林里面嘎嘎喳喳的树枝碎裂声。再过几个钟头，哈蒂就要到外面的魁地奇球场。 在狂风中艰苦地作战呢。最后，哈蒂终于打消睡回笼觉的念头，站起来穿好衣服，抓起了他的光轮两千，轻轻地走出寝室。哈蒂一打开房门，就感到有某个东西从他的腿边擦过。 他弯下腰来，及时抓住了。哦，原来是歪腿那毛茸茸的尾巴。哈利弯下腰来，低声的对歪腿说：“你呀、啊，我想荣恩真是没看错你。这里有一大堆老鼠，你可以尽量去抓它们，少来这里找斑斑的麻烦。”然后在交易厅里。 暴风雨的咆哮甚至比刚刚更加狂烈。哈蒂知道最好别奢望比赛会取消，因为魁地奇比赛并不会为了像暴风雨这类的小事而取消。但哈蒂现在开始感到非常不安，因为木头曾在走廊上指过西追迪戈里给他看。 迪格里是一名五年级生，而且长得高大壮硕、结实。而搜捕手的身材通常是苗条而敏捷，但在这样的天气里，迪格里的身材将是他极大的优势，因为他比较不会被风吹的偏离航道。哈利就这样坐在炉火前打发时间。 静静等待黎明的到来，但每隔一段时间，哈利就得站起来去阻止歪腿偷偷的溜进男生寝室。过了很久以后，哈利终于觉得早餐时间应该到了，于是他独自穿越画像洞口，然后背后的卡多甘爵士喊道：“说。” 迎战吧，卑鄙的恶徒！哈蒂打了一个呵欠，回答他：“啊，没空理你了。”到了餐厅，哈蒂喝下一大碗麦片粥，精神稍稍恢复了一些。而就在他开始吃吐司面包的时候，其他队员也陆陆续续走了进来。 木头担心的对哈蒂说：“今天势必会有一场苦战。”而弗雷则安慰木头说：“不要担心啦，木头，我们才不会在乎这么一点小雨呢。”但是呢，这绝对不是一点小雨而已。不过，因为魁地奇球赛广受大家欢迎。 所以呢，全校师生还是风雨无阻的到场观赛，但是他们必须用跑的冲过草坪，奔向魁地奇球场，然后低着头对抗那猛烈的暴风，而手中的雨伞也纷纷的被风吹走。就在哈蒂踏进更衣室之前，他看到了马粪、克拉汉、高尔。 共同撑着一把超大的雨伞走向看台，一方面还笑着朝着他们指指点点呢。陆陆续续，球员们换上猩红色的球袍，等着木头进行他惯例的赛前精神讲话。但结果居然没等到，因为木头试着讲了几次，却都只能发出一种怪异的哽咽声。嗯嗯 然后木头就绝望地摇摇头，示意大家跟着他走到球场。到了外面，风是异常的猛烈。他们在狂风中走向球场时，不由得被风吹得东摇西晃。就算有观众为他们鼓掌，但在天空中一连串的雷声中，他们也没办法听得见呐、啊。 而雨水溅湿了哈利的眼镜，他这样怎么可能看得见金探子呢？而赫夫、泡夫的球队们也穿着淡黄色的球袍，从球场的另一边走进来了。两队的队长迎上前去跟对方握手。迪格里对木头微微一笑。 但木头现在却好像突然得了牙关紧闭症似的，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。然后哈蒂像读唇语似的，看到胡奇夫人张开嘴巴说了几个字：“骑上扫帚。”他把右脚从泥水里拔出来，跨上了他的光轮两千。胡奇夫人把哨子凑到嘴边，用力一吹。 发出一声尖锐而遥远的哨音，球赛开始了。哈蒂这时快速的向上飞升，但他的光轮两千却被风吹得摇摇晃晃,晃，微微的偏向。哈蒂尽力的抓稳扫帚，把方向拉了回来，然后眯起眼睛望向眼前迷蒙的视线。 还不到五分钟，哈蒂就淋得全身湿透了，而且冷得直发抖。现在，哈蒂甚至连他的队友都看不清楚了，更别说是那小小的金探子了。哈蒂在球场中飞来飞去，一路上经过许多模糊的红影和黄影，但却完全不晓得比赛到底进行得怎么样了。 因为他在狂风中根本就听不到记者的实况报道啊，而观众们全都躲在了一大片斗篷海和破伞阵下方。有两次，有两次，哈利差点就被伯格打下了扫帚。镜片上的雨让哈利的视线变得一片模糊，他根本没有办法注意到有伯格朝他飞过来了。 这时，哈蒂失去了时间感。现在，他连要握着扫帚都变得越来越困难，而天空也变得越来越暗，仿佛黑夜就要提早到来了。而这时，哈蒂差点儿就撞到了其他的球员，不过他却看不出来究竟是队友还是对手啊。 现在所有的人都淋成了落汤鸡，因为雨是又猛又烈，根本就分不清楚谁是谁了。突然，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，胡奇夫人的哨声也随之响起。在大雨中，哈蒂只能看到木头那模糊的轮廓，而这位队长正比手画脚地叫大家飞回地面。 木头对着他的球员吼道：“说，是我请求暂停的。过来，快到伞底下。”于是他们挤到球场边一只大伞下。哈蒂摘下眼镜，匆匆的用长袍擦了几下，然后问道：“说，现在分数怎么样了？”木头回答说：“我们领先五十分，但我们要是不赶快抓到金探子。” 看样子恐怕得打到天黑了。哈利这时挥着他的眼镜，愤恨的说：“带这鬼东西，我怎么可能抓得到金探子啊？”但就在那一刻，妙丽突然出现在哈利身边，然后微笑着对哈利说：“我想到一个好主意，哈利，把眼镜给我，快点。”哈利把眼镜递给他。 就在球员们的惊讶注视中，妙丽用魔杖往眼镜轻敲了几下，嘴里念着“纸指不透”。然后妙丽把眼镜还给哈迪，说：“给你，现在它可以防水了。”这时，木头露出了一副超级崇拜妙丽的表情，说：“太厉害了，妙丽！好了，伙伴们，我们去夺标吧。” 没想到妙丽的咒语真的发挥了效果。现在哈蒂虽然冻得全身发僵，湿得像是一个落汤鸡，但是哈蒂现在看得清楚了。哈蒂怀着满腔的决心，骑着飞天扫帚飞过那狂风暴雨，凝神往四面八方搜寻金探子的踪迹。呜、哦！哈蒂闪过了一个伯格。 又闪过了一个对手，他现在飞到了迪戈里的下方。接着，天空打下了一道闪电，又响起了一声暴雷，气候变得越来越恶劣了。哈蒂非得赶快抓到金探子不可啊！他转过身来，打算要飞向球场的正中央。 但就在那一刻，一道闪电照亮了看台。哈利看到某一个让他能够乱了方寸的东西。他看到了一头毛茸茸的大黑狗出现在看台上方的座椅上。哈利麻木的手指在扫帚上划了一下，使得光轮两千掉下了好几公尺。 然后哈利甩甩眼前湿哒哒的刘海，眯起眼睛重新看向看台。哎，那只狗已经不见了。然后从格莱芬多的球门柱旁传来木头的吼声：“哈利，哈利，就在你后面！”哈利听完，慌张的东张西望，而西追迪哥里正在球场上全速飞驰。 而在他们两人之间那片暴风雨密布的空中，出现了一个微微发光的小金点。哈利猛然一震，心底感到又惊又慌，他连忙把整个身子趴到了飞天扫帚上，朝金探子的方向迅速飞驰。他对他的光轮两千吼道：“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”而雨水啪嗒啪嗒地拍击哈利的脸庞。 但接着怪事就发生了，整个体育场突然变得诡异的宁静。风势虽然跟先前一样猛烈，但却不再呼呼的怒吼，这就好像有人突然把声音全部关掉似的。难道哈利波特变成聋子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接着。 在骨熟悉可怕的寒意掠过哈蒂全身，钻进他的体内时，他才开始察觉到下面的球场中有某些东西在移动。哈蒂还来不及思考，目光就下意识的离开金探子，转向下方，因为下方至少站了一百多个吹狂魔，全都仰起头来，朝着哈蒂。 哈利这时仿佛感觉有一股冰泉在冲击他的胸膛，然后他又听到了有某个人在尖叫，在他的脑袋里有一个女人在尖叫：“别杀哈利，别杀哈利，求求你别杀哈利！滚到旁边去，你这个蠢女人，滚出去！” 别杀哈利！求求你放过他！杀我吧，让我带他死！一阵令人麻木的白雾漩涡逐渐弥漫了哈利的脑袋。他在做什么？他为什么在这里呢？他得去救他，他快死了，他就快被杀掉了。哈利朝下坠落。 在冰寒的雾气中朝下坠落，一个尖锐的嗓音在狂笑，而女人高声尖叫。接下来，哈蒂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幸好地还蛮软的，我还以为他死定了呢。可是他居然连眼镜都没摔破。 哈蒂这时可以听到有人在他旁边低声说话，但这些话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。他完全不晓得自己是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到这个地方的，甚至不记得他在来这里之前是在做什么。他只知道他现在全身每一寸肌肤都在疼痛。 就好像刚刚被人痛打了一顿一样。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东西，最恐怖、最恐怖的东西，就是那罩着连身斗篷的黑色人影。寒冷、尖叫声，哈迪猛然张开眼睛。他躺在医院厢房里，格莱芬多的魁地奇球员们都围在他的床边。 他们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泥，而荣恩和妙蒂也在这里，看起来就活像是从游泳池爬出来似的。弗雷这时问哈蒂说：“哈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哈蒂的记忆仿佛正在快速的回转，闪电、狗铃、金探子，还有吹狂魔。突然，哈蒂坐起来问说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 弗雷回答说：“你摔下来了，那少说也有五十尺高吧。”西亚也发抖的问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死定了。”妙弟这时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哽咽声，妙弟的眼睛红的要命。哈蒂则问说：“可是比赛呢？后来后来怎么样了？我们要重打一场吗？” 但大家全都不吭声，可怕的事实像石头般重重的压到哈利心上。我们该不会是输了吧？一旁的乔治开始解释说：“迪格里抓到了金探子，就在你摔下来以后，他不晓得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，等他一回过头。” 看到你躺在地上，他还试着想要取消比赛嘞。他想要重比一场，但他们的确是赢得光明磊落，甚至连木头都不肯不承认这一点。哈迪这时突然发现木头不在这里，问说：“木头呢？”弗雷回答：“还站在那儿淋雨呢。我们觉得他大概是想把自己给淹死。” 哈利听到这里，把他的头埋进膝盖里，用力的扯自己的头发。弗雷泽拍拍他的肩膀，安慰他说：“好了啦，哈利，你以前从来没漏抓过一次金探子。”乔治也附和说：“你总得有一次没抓到吧？而且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出局啊！我们这次输了一百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要是赫夫帕夫输给雷文克劳， 而我们又打败雷文克劳和史莱哲林，那也要赫夫帕夫至少输上两百分才行呢、啊。可是他们要打赢雷文克劳，不可能的，雷文克劳太强了。不过，要是史莱哲林输给赫夫帕夫的话，这全看分数，大约是上下一百分的差距。 哈利躺在床上，听着大家的讨论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们输了，这是哈利第一次在魁地奇比赛中落败。大约十分钟之后，庞瑞夫人走过来，告诉队员不要再待在这里吵哈利了。于是弗雷告诉哈利说：“我们会再来看你的，别再责怪自己了。” 你仍然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棒的搜捕手。然后，球员们陆陆续续走出房间，在地上留下了无数个泥脚印。庞瑞夫人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情把房门关上，只留下荣恩和妙丽陪在哈利床边。这时，妙丽对哈利说：“邓布利多真的是很生气。” 我以前从来没看过他这样子。你一往下掉，他就冲进球场，挥动魔杖，让你掉在地上的速度变慢一些。然后他就把魔杖转向吹狂魔，对他们射出一些银色的东西，让他们立刻离开球场。邓布利多真的很生气，他们进入校园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愤怒。 而荣恩则说：“然后啊，他就在你躺的地方变出了一个担架，让你躺在扶起来的担架上，带你回到学校。大家都还以为你已经……”荣恩的声音这时停了下来，因为哈蒂根本没有在听，他的心里正想着吹狂魔对他造成的影响，还有那些尖叫声。 哈蒂抬起头来，看到荣恩和妙丽正忧心忡忡地望着他。于是哈蒂连忙四处搜寻，想要找个实际性的话题来转移目标。诶，有人看到我的光轮两千吗？这时，荣恩和妙丽迅速地互瞄一眼。呃，这个嘛…… 哈蒂的目光在他们两人脸上来回搜寻，然后问说：“怎么啦？”妙地吞吞吐吐的说：“啊、嗯，好吧，你摔下来的时候，他被风吹走了。”“然后呢？”“然后他撞上，撞上了魂拼柳。”这时，哈蒂的胃部一阵翻搅，有了不祥的预感。 因为红平柳独自矗立在校园中央，是一棵恶名昭彰的粗暴大树。哈蒂其实很怕听到答案，但他还是问道：“然后呢？”荣恩解释说：“呃，你也知道红平柳的脾气吗？他他不喜欢被撞到。”这时，妙蒂用非常小声的声音说。 在你醒来之前，弗利维教授就把他给送过来了。妙蒂慢慢的抓起脚边的袋子，翻转过来，把好几片碎片的木头与细枝倒到床上，而、呃、这就是哈蒂那根忠实可靠但却完全毁损的飞天扫帚所留下来的残骸。 第九章结束喽。哎，你觉得格莱芬多有没有可能拿到冠军奖杯呢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接下来是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捷道地图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 <bye>。Bye bye